花卉栽培研习会设在台湾大学森林馆，下午同学们进行的课目是造园学，40多位爱好园艺的男女同学聚精会神地在课堂内倾听讲师教授各种有关造园、花卉栽培等的知识，并且认真地记笔记。他们除了上课以外，还有团体游戏等的课外活动。明天他们将要参观青潭苗圃、荣石园和荣兴花园，然后结束3天的研习课程。